昨日下在元朗大球场举行的康宝高级组银牌准决赛赛事，由南华对神禧嘅。今日入场人数是3500多人，以元朗大球场嚟计，4000人坐爆噶啦。入场数字算是相当之唔错啊！睇下出场阵容方面先啊，南华前面继续见到近期入球停不了的陈少琪，火拍史高斯打双箭头啊。而神禧方面就由阿古沙呢位前排省港杯顶入两球的前锋咧，喺前面继续攻城略地。上半场开段啊，南华喺前场就搏到两个罚球翻嚟，但系李海强两次施射咧都系无功而还，未能够命中目标。睇嚟射完佢都好唔满意自己嘅表现啊！之后呢球史高斯接应黄展雄嘅传中，可惜顶高咗啊！唔紧要，自己再嚟过呢球中路劲射又啱啱斜出，唔通真系入唔到波？陈少琪话：不如我帮你手嚟。呢球系接应李海强嘅罚球传中，一顶入网，为南华领先1-0。冇错，你又入波啦，近期场场都有波入啊！落后之下，神禧加强攻势啊！呢一球一个黄金机会，阿古沙喺门前面一脚踢空气啊，未能够为球队追成平手。呢球陈耀伦离门40多码粒射，啱啱高过眉顶。哇！张春辉几怒气啊！你搞乜鬼啊？守好啲啦！去到下半场开波冇耐啊，神禧嘅卡尔接应队有个传中入涉禁区，喺陈伟豪力压之下转身抽射，啱啱高出，入唔到个波，射得再靓都冇用啦。跟住南华攻势啦，史高斯中路入射入波，三人夹击之下射出界。之后仲系佢啊，佢接应李海强罚球之后禁区一顶，好彩魏超反应够快，单手托出底线。见到神禧嘅反攻啊，呢球禁区顶嘅撞射啱啱高出横眉。阿古沙原来射波得，传波仲得嘅，呢球轻轻挑射飞入禁区入面，可惜白荣泽想传中又俾李志豪快一步铲出底线。镜头一转，南华入波啦！史高斯左脚抽射远处入网，为南华拉开纪录，去到2-0，缩缩肌肉先，徐生会罚黄牌噶噃。落后嘅神禧唔服气啊！呢球罗拔图跳高一顶，俾黄子雄转身踢走。到咗南华攻势啦，史高斯压落底线传中，陈少琪离慢咗一步添。今日史高斯好抢嘅，好似呢球咁啊！禁区边左脚劲射俾龙门一下挡出，未完噶，再嚟个半车身，可惜都仲系过唔到后卫嗰关。最终南华以2-0击败神禧，将会同头抢赢波杰志争夺银牌嘅冠军。而赛后，我哋听下南华足主罗杰成先生点睇今日场波同陈少琪嘅入球。成场嚟讲，我哋把握到两个机会啦。咁我赢波合理嘅，我谂打咗个信心啦，同埋佢嘅走位啊，同埋赢个头槌嘅波，第一球真系可以睇到系同以前唔同嘅，不过个 timing 好好啊。咁希望继续有场场都有波入啦。因為亞協杯啦，所以我哋想揾多一至兩個外援，咁變咗調動會好啲咯。咁我最希望就係可以希望阿石其賢可以加盟到我哋啦。